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市长。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市长来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说几句话，谢谢，掌声欢迎。再来谢谢我们阿弥陀国中赵校长、家长会林会长，以及所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还有这个我们现场沈振东议员还有我们施督学还有许许多多各位关心明德的音乐教育以及喜爱明德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市长好。今天可以说很高兴我们能够来到明德，我们来到鸿运文化中心能够一起来领赏明德国中音乐成果的发表。刚刚我请问校长，其实校长提到，不管是在弦乐，不管是合唱，还有直笛这个明德的表现都是在全国的评比是特优的，这也符合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最近也是我们的艺术教育季节文化艺术教育季，那其实推动许许多多，包括音乐、美术，还有科学或者是数理还有机器人还有 AI，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市府非常非常强调跟重视的，但是在音乐方面尤其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台南是文化之都，那也是这个大家想要只想要高科技啦、台积电啦、美食啦、宗教啦，但是我们文化的底蕴真的是非常深厚。那这个文化的底蕴其实跟艺术都是要从小开始培养，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谢谢我们明德的家长能够支持，让我们自己的子弟能够在艺术教育、艺文教育方面能够特别的着重。那有了家长的支持，很重要就是老师的教导，所以老师的引领大家进入艺术的殿堂，这是非常要谢谢各位老师。那家长会的跟教育团队一起努力共同打造明德成为音乐的这个最厉害的团队，因此再次感谢，也期待各位今天的领赏能够来到音乐殿堂欣赏我们的直笛合唱跟弦乐的各位同学的精湛的演出。再次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也谢谢我们议会对于我们教育的全力支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演出成功，谢谢市长的祝福，感谢市长的勉励。各位嘉宾，晚安，我们的音乐会即将开始，请尽速就座。为了使我们的音乐会顺利进行，请各位嘉宾关掉您的手机或调至静音状态。在现场演出时，请尽量避免走动。感谢您的配合。哇，我们市长非常的亲民，在分送我们小礼物我们是不是跟市长能够热烈的挥挥手，让他能够把礼物送给你？市长百忙当中能够抽空到我们明德国中的音乐成果发表会，是我们明德国中无上的光荣，感谢市长的到来。
声再次谢谢市长。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我是323的怡珍，我是玉明老师，非常欢迎您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莅临本校明月入怀音乐成果发表会。音乐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亦是情感最完美的表达。期待今天我们对音乐的诠释能带给大家美好的音乐飨宴。首先请本校明德国中赵克忠校长哥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校长。首先欢迎各位贵宾啊，各位家长啊，莅临我们的音乐会。那我在这边先介绍啊，今天与会的贵宾啊。首先介绍代表我们教育局到场的我们驻区督学施宏彦施督学。好，接下来啊，为您介绍的是真心为你、真心为教育的我们陈怡珍陈怡妍。好，接下来介绍我们明德国中的大学长啊，所以一直照顾我们的沈正东沈议员。好，接下来要介绍跟校长一样帅气有活力，除了帅气有活力一样之外，还要认真的蔡中豪蔡议员。好，那接下来介绍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各项的发展都能够蓬勃的我们家长会啊，在不断的支持我们林英华林会长，林明长林会长，还有在校园里面啊，这个最美丽的身影，我们的志工团团长林小琪团长。好，那刚才我还有看到我们竹桥国小的谢校长啊，谢宇生谢校长来到现场。好，那贵宾介绍呢，如果没有介绍到的，等一下再补充介绍一下哈。那在音乐会里面啊，校长的致辞哈是最大的噪音，所以校长不多说，重点是感谢所有支持明德国中的各界代表、民意代表，还有我们的老师，包括弦乐团的陈德峰老师啊，我们林志玲老师、饶之涵老师，还有我们合唱团啊，施雅玲老师，还有我们的佩芬老师，然后我们直笛团的苏老师啊，有你们的教导，我们的各项的乐团才能够蓬勃的发展。再次感谢我们的
这个老师的教导，还有我们的家长的支持。那只多说一句话，贝多芬说，音乐是超越哲学啊，超越一切科学啊，最大的一个学问啊。那如果能够参透音乐的话，你就可以超越常人的苦难。为什么特别讲这句话？有一次我跟我们乐团的家长提到说，功课压力这么大，你的孩子还要练乐器，非常的辛苦。他跟我说，校长你错了，我的孩子在 念书非常苦闷的时候，他就去拉一下乐器，他就觉得得到了舒缓，他舒缓了压力，所以他更有动力，所以学习的效果就更佳，所以就超越了一切的苦难。所以就诚如刚才市长所提到的，我们在迈向这个公民美学文化不断的提升的过程当中，音乐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涵养。接下来就由明德国中的三大乐团带给大家一个文化的响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校长哥哥的勉励，你是同学心目中最和蔼可亲的校长，也是最帅气的加油队队长。赵校长怀抱着明德德智体群美全方位发展的愿景，以兢兢业业育桃李、勤勤勉勉做园丁的精神，在少子化的环境下，明德新生招收依然亮眼，可见社区家长对校长经营的肯定与支持。感谢今天莅临现场的嘉宾，感谢为音乐会提供支持与奉献的后援会、家长会及所有赞助我们的朋友。因为有您的支持与鼓励，明德才能够多元发展，大步向前走。接下来为今天表演揭开精彩序幕的是由苏奕瑞老师指挥带领明德国中直笛团的精彩表演，掌声欢迎明德直笛团出场。明德国中直笛团成立至今已20多年，是由一群热爱直笛的一二年级学生组成。团员们秉持着对音乐的热忱，于平日积极主动勤加练习，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与技能，陶冶性情，并丰富求学生涯。目前在苏奕瑞老师指导下，在台南市学生音乐比赛荣获佳绩，每逢学校重要活动，如圣诞快闪、母亲节活动，直笛团都全力参与表演，为佳节增添欢乐气氛。而团员们也有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以累积演出经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两首曲目，《洛杉矶组曲》以及《超级马里奥组曲》。现在就以直笛悠扬的乐音带领我们展开今晚音乐会之旅，掌声欢迎指挥苏奕瑞老师，明德国中直笛团的表演。
欣赏完
完质地团完美和谐的演奏后，感觉音乐是上天送给人们最好的礼物。接下来本校的合唱团也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本校合唱团历史悠久，在施雅玲老师、蔡佩芬老师的指导下，每年在台南市学生音乐比赛都是常胜军，多次代表台南市参与全国音乐比赛，也屡获佳绩。今年更在国中女生合唱和乡土歌谣客语组全国赛都拿下特优的亮眼成绩。我们掌声欢迎明德国中合唱团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特别感谢鸿运文创舞蹈蔡家芳老师，在赛前不到十天的时间，为我们六位同学编舞及指导，为曲子增色不少，更获得佳绩。另外，一年十三班谢佳音同学也陪着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的辛苦陪伴我们铭记在心，在此献上深深的敬意。合唱团演唱曲目选自各国的音乐，培养团员多元演出的能力，同时也注重本土作品的练习，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最佳体认与实践方式。透过平日练习和外出比赛机会，让同学建立自信，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将音乐融入生活的群域中，让学习更加丰富有趣。现在让我们欢迎施雅玲老师指挥，蔡佩芬老师伴奏和所有合唱团员，掌声欢迎合唱团的表演。Oh, yeah.
Oh, my God.
谢谢合唱团的精彩表演，让我们体会到音乐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你们天使般的歌声，好像洗净了我们的灵魂，沉淀了我们的心灵。献花，感谢合唱团施雅玲老师和蔡芬芬老师两位指导老师，谢谢你们对合唱团的付出，带领我们一次次参与音乐比赛，获得优异的成绩。一束鲜花致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们。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合唱团所有团员的表演。优美的音乐在炎炎的夏日夜晚，好像一股清凉的清泉注入了内心。感谢各位观众您热情的掌声，专注的聆听是对我们今天演出者最棒的肯定。上半场的演出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中场休息十五分钟，期待下半场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我们休息十五分钟。